微信放大招，网页端可自动登录，网友怕了 ，PC 端可以自动登录。这两天冲上热搜，有用户发现微信在 Windows 客户端增加了新功能，在登录 PC 端微信之后，在端上勾选自动登录该设备，下次登录微信就无需手机确认，即可完成 PC 端的登录。对此，网友表示，该功能属于史诗级更新。有网友调侃，别让我媳妇看到这个功能。也有网友呼吁，什么时候能支持高清无损的图片视频朋友圈。9月初，微信上线 iOS 8.0.13 版本，增添不少新功能，比如在 iPad 上使用微信时，更新版本后，即可体验在分屏中打开的能力，聊天同时也能浏览文件、网页、视频号等内容。